断人财路，犹如杀人父母。小子，劝你不要多管闲事。如果非要管，废物！这个身手来的人难道是刘峰？什么龙哥？吴氏集团刘乐三位的少东家，武功高强，无人能敌。多少宵姓大佬都败在他面前，咱们做的这黑色生意，难道被他发现了？什么？ 赵飞虎，现在收手的话，我饶你。都给老子上！都给老子上！我能上，让我出，饶我一命吧！我再也不敢了。我问你，当年在龙江镇黑铁山，你有没有对视下的死？ 没有，绝对没有，不是我。十年前我意外出现，不是小一些，被人追杀。我为一个女人做，然而我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。 回来，对，十年时间，我为了找小徐，立下小誓，可依旧是下不得功夫。我做的这些事，也算是给你。带走。少爷，请您跟我回龙家。我都说了多少次？ 找到他之前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一些地下的势力动向，在民间才能看得见。看来今天是由不得你。老爹，臭小子，十年了，你还没玩够啊？老爹，你这话可就不对了。 我知府的那些豪绅大佬，哪一个不是乖乖为龙氏所为？我虽然人在江湖，但为集团做了大贡献。算你小子还有良心，我放你在外头野了十年，现在应该回到龙氏执掌集团了吧？秦州，报告龙总，少爷说，他已经说过多次，在没有正式找到救命恩人之前，他是不会回去的。 不执掌集团也可以啊，我今天说的事情，你必须要做到。如果你做不到，从此以后不要再进我龙家的门。迎娶何氏千金，儿子，要不是何氏集团帮他，龙氏早就破产了。龙氏现在发展的这么好。 是时候，你代表咱们龙氏向人何氏集团报恩了。你说，那是，我说过了，在我找到十年前那个女孩之前，我不承认。帮助何家可以，让我和何家千金讲，不可能。那这些金心灵物你不带了？这两柄六十年陈年普洱也够贵重。 行了，不用去了，我自己去。贤侄，千盼万盼可把你盼来了。好，宝宝，雨晴，快来认识认识。 你好，龙哥。竟然这样来提亲，也太不高分人了吧！这样不上进的男人，我不嫁。小妮子挺有脾气，有意思。胡闹！这是何龙娘养的，早就不在乎你。这种人，竟然这么……哼！这婚事啊，我也不同意。一个被龙家赶出的废少爷，还求我女儿？老婆。老何，你看看他这身啥的，逼
这次上门来，居然带了两包破茶叶，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癞蛤蟆，亲属朋友都得笑话死我吗？爷，这是60年陈年普洱。哦，你还懂茶呢？还60年普洱？你知道普洱的做工储存有多苛刻吗？60年的普洱制多少钱吗？是你能买得起的吗？够了，这件事不容你们质疑。于青。 立刻带龙少登记。表情跟死了人似的。王芳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乌鸦嘴的领证就是非分不行。等我父亲松了口，我们立刻就离婚。好啊，这合我意。你看不上我，我也看不上你。你说什么？我看不上你，听不懂中国话啊？你这个无赖！ 就算我是无赖，也是我的。什么？你真恶心！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？ 今天让你骑自行车回来，你放心，我已经骂过他了。哎，没关系的，何叔，我骑自行车都骑习惯了，不叫车反而不习惯。山猪吃不了细糠。这茶香鸡，不会是用我那茶叶做的吧？不然，我用的不错，我卖给你。到处来黑黑黄黄的，一看就是什么假冒伪劣产品。我估摸的这鸡呀。 不能吃啊！大家知道了吧？女人吃惯了肚子，你选的女婿可真不错呀，第一次来就拿这破东西糊弄你。龙峰肯定不是这种人，说不定呀，他是被人给骗了。杜少一会儿可就到了，拿这菜招待他合适吗？杜少，杜是集团大少爷杜成义，年少有为，在整个华国都是排得上号的人物。同样是集团的少爷。 你说人与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？老婆，你又开始了。我说的不对吗？要不是这个癞蛤蟆赖咱家，杜成义早就说你了。我叫我。哎呀，杜少来了，我在这么夸你呢。哎，不客气了。等着，我再给你加俩菜。哎，等等。 这茶香鸡，我给你拿走，看看，再拿走。杜少，这茶香鸡呀，今天用的茶不对，八成是假的，还吃坏肚子。出去检查。杜少，你赶紧吐了，你要是吃出病来可怎么办？用。 给我一个，这个茶叶至少得40年，不对，至少60年的老普洱才能做出来的味道。60年的普洱，杜少，你们搞错了吧？伯母，我家就是做茶叶生起家的，怎么会搞错呢？真是暴殄天物，暴殄天物啊！这个茶叶一两就能拍上百万。 我家不是还被琥珀会拖着3000万欠款吗？怎么现在拿这么贵的茶叶糟蹋呀？不真贵。虽说这些茶叶珍贵啊，但都是有销售编号，一人一套，绝不多卖。虽然看着这位大兄弟穿的比较低端，但是我们作为何家的桂上宾，想必需要二位。哈哈哈哈，我就说嘛，龙峰。 大家伙来糊弄我呢，不愧是我的好女婿。什么女婿？这穷娘子是你老公？玉清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知道的，10年前你在雨中救下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爱上了。
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但这是家里安排的婚约，没什么办法。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废物，你想高攀你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行，明天我就想办法让他出城，看他还会好不好意思承认。也没关系，你和何家时间也多了，然后好好利用。龙峰，你要是不想被人看不起，就不要这副模样了，好不好？你管我，找我事儿。我们结婚发展太快了，感情是需要巩固的。我下午约了几个朋友到家去喝酒，一起去。好吧。哎，李翔，这是我闺蜜安静姐。你好。这也是。赖小姐，一个想吃天鹅肉的赖蛤蟆，简称赖先生。别介意啊，我兄弟说话就这样，不要生气。有些人自己的事儿，谁看人就像你。一个靠女人上位的凤凰男。拽什么拽？信不信我揍你？这样算了，我怕一不小心送你去医院。就你这小身板，信不信我一拳解决了你？胡说！哟，真是一拳解决。你干嘛？放心，我收了力度了，死不了。胡少，这哪是在打胡少啊？这分明是在挑衅你，打你的脸呀、啊！嘿。偷袭算什么本事？有种和我们动手打一打！龙峰，这不是你先出手的，别怪我不小心。李江，你不是也想看我的全新吗？正好啊，前天我刚在拳击比赛上拿了冠军，让你见识。没兴趣跟你比什么狗屁拳击，拳头是拿来打架的，不是拿来玩的。我看你压根就是不行，所以故意在这里放嘴炮。被我说中了吧？你如果真行，就别像一个小偷一样灰溜溜的走了。有本事跟我们杜少比一比。我算是看明白，你们是故意想要教训我。爷，我今天就陪你们练练。那你可得小心点，别被我弄残了。走吧。龙峰，你别逞强。带上护具吧，麻烦你俩下去吧。没必要，速战速决吧。不行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得让这只癞蛤蟆知道他与你的差距才行，不然一直动名词缠两大不服，那不是耽误你吗？但是，你放心，杜少自有分寸。再说，你不是跟他早就情投意合了？但是我总觉得不像打你那样。就算不是，那也比这个癞蛤蟆强。准备开始。以后这种无聊的事儿别叫我。这怎么可能输给你？一定是用了什么阴招才取巧赢了杜少而已。对，肯定是这样的，你必须得给杜少道歉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。这次比赛是我输了。说什么？你长得更坚硬，如果不是龙峰收敛，我这手臂就废了。哟，能看出这一点那也还不赖，不愧是业余选手里的专业选手。没事的话，得了，
龙峰竟敢让我这么丢脸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龙峰，龙峰，你等等我。龙峰，有事儿？对不起，今天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对，真没想到你的身手这么厉害。他很多年前自己买的那酒，所以刻苦练武才有现在的厉害。刻下他谁呀、啊？不是你该知道的事儿。推荐的人来打三天架，说是三天时间我还不上钱，就一把火把咱们家给烧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明还不到还款日期啊。多半是糊涂会拖欠的钱被银行知道了，他们不敢对糊涂商会下手，所以就来欺负咱们了。外银银行有点意思。龙峰要去哪？你看你找个好女婿遇到事儿就跑了，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要我吃这样的苦，我不活了我呀。好了妈，这件事情也只能我去组织股东会了。喂，准备三千万送到万银银行。是龙少。万银这小子不老实，不到我龙家恩人。哎，谁呀、啊？这里可是 VIP。你就是齐经理，我是来聊聊何家贷款的。何家呀？啊，先把这个拿回去，让何雨欣先穿上，再来见。否则的话，不答应的话，我们好看了。哎哎，你他妈竟敢打我！玩女人玩女爷，好好的生意不做，干这种东西，你信不信我让你万银银行？何家欠了三千万的贷款，你还有理了？臭小子，害怕了吧？要你也拿不出那么多钱。赶快放了我！看你还有点眼色，谁让你起来的？哎呦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龙家，龙峰。龙家，龙峰。啊、哦、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！你就是那个在外面闯荡了十多年却一事无成的废物少爷。我听说你早就被龙家扫地出门了，一点实权都没有了。你还在我？今天我算是学习到什么叫狗眼看人低了。你他妈敢骂我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必须跪下来给我道歉，否则的话，何氏集团就得破产。那我也给你一个机会，这套衣服你自己穿，然后绕着你们银行跑三圈，并且承诺以后无条件给何家放贷，这件事儿我就当没发生。我不答应呢，那就只能让你们万行长来处理这事儿了。你少在这扯虎皮做大旗，就你这穷酸相能认识我们万行长，真是可笑。哼，别说我没给你。行吧，给你十分钟，如果你叫不来我们万行长，我就让你知道在我面前装逼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可点勇气。有少于十个人上来，别管汇报。是。这是什么事？刘少。喂。您找我。小万啊。你们银行的人说，我要是十分钟内见不到你，就让我吃不了兜着的。啊？要不麻烦你回来一趟。快，快调头回总部。那和几个金融巨头约的会议全部推掉，十分钟之内必须赶回总部。是。这孙子还在这装呢，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行了，十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你现在跪下来求我还来得及。哎，这种人不值得你多少。给我打！我看谁打！你来了，这里有小学三正在闹事，齐经理就准备收拾他的。混蛋！万行长，您真来了？这里怎么回事？啊，老大，何氏集团自己还不上钱，还派这个小瘪三来闹事儿。不过你也不用生气，我立马就把他给收拾了。我让你知道。不会，我们外营银行不会有好果子吃的。万行长，你手下素质可以，合家贷款日期都还没到，他就找钱退债，还找了一帮打手，把合家砸了个稀巴烂。我正儿八经来找他谈业务，有个问题，他不知道从哪儿买的自己多，非得让我媳妇穿上。老子是外营银行的经理。愿意放贷，那是给你们面子。平时穿成女服装了，就是让你老婆光着身子来跟我谈，让你头顶绿油油，你他妈也得给我忍着。齐经理说话就是垃圾，当着万行长的面都来这么说的。齐经理这话真是，在你面前动作大场，傲气一点可正常。万行长，几年没见，你怎么开始染指这种握手的？恶意催债，带头抢规则，你挺有本事的呀。是不是我之前教育你，教育还不够？这个小瘪三，怎么跟我们老大说话的？你给我闭嘴！龙少教训的对，这次我管教不严，所以才让手下做出这种混账事儿。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。什么？当年要不是龙少，万银行早就完蛋了，还不快滚过来向贵爷道歉？怎么可能？疯了，还不配点儿？龙少，你看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家伙，才能够让你满意呢？刚才已经给过他解决方案了，但是他不同意，所以我才找的话。就按你的手势不做，否则从现在开始你就不用来上班了。龙少，你让我穿着女服装在外面跑三圈，这也太丢人了。我求求你，大人有大量，你饶了我吧。同样的事情，我不说第二遍，怎么做？L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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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
怪我对手下无条件，才会出了这样的败类。你看你站得住结果，他还把你放可以啊，小文，成虎的不讲不讲，我这就让人报，我亲自带人安排合适的事情。喂，先还你300万就好。你不讲信用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讲。我刚说了，你喝了我就还，没说还的事儿。老总，这样，你把这一瓶给干了。欺人太甚！哎，你说什么？你别忘了，现在是你在求着我还钱。哎，梁总，这个今天就给个面子吧，雨晴真的不能再喝了。我堂堂虎头会副会长，干嘛给你们两个女人面子？今儿这个酒，喝，你不喝也得。干！有你什么事儿？你不让他喝，你来啊！你喝呀、啊！我来，我喝，梁总。嘿，听话啊！3000万，你可不要赖账。你放心，放心，我说了我你喝了我就给你嘛。行。我呦呦呦！我喝足果然爽快，你看。我喜欢，我喜欢。哎，这才对嘛！啊，对了对了。哎，我怎么弄呢？梁总。哎。不知道何总在床上，哎，是否也这样爽？梁总，你放过我吧，放我回家。醉成这个样子，怎么回家？等你接着。哥哥陪高兴，放心吧。这下床太乱了。嗯、老妇活腻了。他妈孙美是醋吗？老子教训女人，还他妈轮不到你插嘴。行了，愣着干什么？打呀！来，哎，我告诉你，平常事儿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可是虎头会赵黑虎，是我老大。放，你是谁？原来是赵黑虎，不知道我是谁。算算时间，应该刚从牢里放出来，我不介意。你可是我们老大，把欠款拿出来，要不然今天他们还想要欠款。告诉你，你动了我，你全家都得死，他们弄死你！哎，爷爷爷爷爷爷，就算你今天把我打死，我也拿不出啊。这笔欠款要赵黑虎亲笔签字才行，然后才能从财务里面放火房给他去。我真的没有。行。那就让赵飞虎提前准备好，我亲自来。龙峰，你不要命了吗？你知不知道得罪虎头会会有什么后果？要得罪也是雨晴先得罪的呀，性子这么烈，我还真是小瞧他。你还笑？你知不知道得罪虎头会，整个何家都会完蛋的？哎呀，一个小小的虎头会而已，不用担心。
不对啊，一个流落在外的废少怎么会认识赵黑虎呢？难道他真的有本事？不行，我得找个机会试试他。10年前那个女生，就是她。吴少，集结龙家所有势力，我要拿到何一群的全部资料，立马去办。3天内我拿了结果。明白。等一下，找人帮我熬一份醒酒汤，食材调最顶级的。是，行，你好好休息就是。我已经把你救回来了。龙峰，你个窝囊废，你死哪里去了？昨天雨晴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你居然躲起来当缩头龟。怎么回事？杜成义为什么在这儿？你还有两万。昨天雨晴去找虎头会的梁龙讨回欠款，结果被他灌了整整一大瓶洋酒。如果不是杜少提出底线，说不定他能被人怎么样了呢？我既然把雨晴交给你来照顾，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来才行。伯父，伯母，我跟雨晴已经是好朋友了。况且啊，你们客座龙兄也是没有福利了。他毕竟无权无势，更不是我的贵人。就算他出面，也是没有什么用的。雨晴是我救的，什么时候成你的功劳？罗兄弟刚到何家来，需要几个人讲和讲根。我理解。这事与我无关，都是罗兄弟的功劳。我压根啊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龙峰，人可以没有本事，但不可以没有脸皮。雨晴明明是人杜少救回来的，你非在这抢功劳，你丢不丢人呢？你啊，你有什么身份能力去招惹虎头会的人？杜少，昨天晚上是你救了在座的能和虎头会说上话的只有杜少，不是他救了你，还能是谁？谢谢你啊，杜少。如果不是你救我，我恐怕会更惨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昨天安倩倩也在，你们要是不信，就问她好。回头我给安倩倩打个电话，让她呢对外宣称是你救的雨晴，也好让你呀在他们面前立立足。咱们大老爷们说话怎么查里查气呢？一个年少有为的大少爷，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废物，你说我们会信谁？你还真以为你穿的爷们狗样了，我们就高看你一眼了？一点真本事都没有，你想得美！仙姐，林可以没有地位，但不能没有志气。行，你们说的都有道理，是我永远不识泰山。我想起一件事情来，昨天晚上我一激动。把梁龙给砸了，吴少，你跟虎头会相熟，能不能帮我求求情，别追究何家？你说什么？我的傻闺女，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哟，杜少不是和虎头会很相熟吗？要不劳烦你出马一下，把这事处理了。对对对，杜少，这事交给你一定没问题吧？要是得罪了虎头会，我们何家可就完蛋了。不给我钱，你不好好管教你的女儿，整天让她出去胡作非为，知道这会给集团公司带来多大的麻烦。弟弟，有话好好说，别一上来就火气冲天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女儿
昨天去跟虎头会的梁总谈生意，喝醉了酒，撒酒疯，直接给梁总的脑袋凿出两个这么大的血窟窿。哎，你这女婿更厉害，直接上去就给人揍了。你们这次真算是彻底得罪了虎头会。杜少，昨天晚上不是你下去救的我吗？怎么会是龙峰？我确实是把你带走了，不过我后面要去了，还出下这么大的错。杜少这编故事能力挺强啊，不去写小说都可惜了。哇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现在梁总到处去宣传此事，好几个大的合作方都撤销了跟我们的合作合同，你让公司还怎么运作？我看何雨晴，你赶紧把这个总裁的位置让出来吧，没有这个能耐就别在这个位置上。谁说雨晴没这个能耐了？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他已经发生了事情，我们不会连累到公司的。三天，就给你们三天。要是何雨晴无法取得虎头会的原谅，拿回欠款，那么总裁的位置将我来取代。三天，虎头会财务的流程要走一周，你这不是落井下石吗？弟弟，你一点就不顾亲人的情分吗？做错事情就必须要接受惩罚。好了吧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件事情我会解决的。大哥，你这女儿的脾气和你一样死倔，你要怎么解决？你要怎么解决？你要是嫁给了杜少还好，但你偏偏嫁给了这个废物，我看你还是早点让贤退位。我怎么解决与你无关，三天之内一定会给你答复。好，我等着。你要解决不了的话，你们的股份都他妈是我的。老何呀，你看你长得好女婿，自己闯下了祸还要我们女儿来解决，连个男人都不算。对不起，赵飞虎处长，我媳妇说的对，一人做事一人，这件事呢不用我来。还在这里说大话，你要发疯别连累我家雨晴。我能不能行？出来吧。你居然发现我了。通知杜少来家里的人就是你吧，说吧，你有什么目的？不这么做怎么逼你出手呢？我就是想知道你背后到底有什么事。是你该知道的事情，你要是再捣乱，就算你是个女人我也照样打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对雨晴很感兴趣。我跟雨晴闺蜜这么多年，她的事情我知道得清清楚楚，你想知道什么都可以。雨晴背后的伤疤你知道是怎么回事？我当然知道，那道疤是十年之前留下。具体说说。告诉你有什么好处？你想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。你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势力？这个嘛不算什么事，就是打服过几个混蛋，又送了几个混蛋进去，他们都比较怕我，给我一些面子吧。比如说？比如万源银行行长、金融商会会长、唐朝科技董事，还有各种集团一把手二把手之类的。开什么玩笑，这群人随便出来一个都足以震动华国。我不相信。那我要怎么跟你证明啊？除非你真的能搞定。等着瞧吧。主任，主任，我错了，我明天我是初犯，你就放我一马吧。看在我跟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主任，面你初犯，放你一马。主任，我错了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对不起，虎哥。我错了。进去这一年多
我学的东西全都忘了，就记住四个字：行得正，坐得端。哼，刘璋，这是六个字。六个字是吧？六字是吧？我不知道六个字吗？啊！你们这帮木头！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得到最大的教训，就是要老老实实做人。拉起，是，按公司规矩办。哥，哥，哥，我错了，勇哥，我错了。行啊，你小子，确实进步了。行啊，你小子，确实进步了。我，龙哥，龙哥，可以啊。也我一样的，哎，都是龙哥您教育的好。大哥，哎，您怎么有兴趣来看小弟我的？哦，那个，你们黑虎会还欠着何家3000万欠款，哎，这事儿欺负到我头上来了。什么？哎，赶紧给梁总打电话。是。小子活腻歪了。喂。梁荣，哎，龙哥，何总还真是守时啊。梁总，上次的事我真的很抱歉，我这次来就是专程向您道歉的，还希望您高抬贵手放过何家吧。就让我放过何家可以，只要你把大门往心里说，我就给了何家的钱。梁总，我劝你乖乖听话，否则我哥要告你。梁总，我是结了婚的人，我不结了婚多带劲啊！哎，梁总还能给你根不要命的老公戴个帽子，想想就舒服。梁总，走。放着大碗宽面不吃，非要吃大碗牢饭呢？小天，又是你！在虎头会上出手，你活腻歪了？风，你快跑吧！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你真的惹下大祸了。他说的对，你惹啥事儿了？哦，那我倒是想知道，这货。罗峰，你快走吧，咱们得罪不起他们这样的人。奶奶，我劝你现在跪下。不起。老三，我给赵会长通话，那可就不容易。打小报告是吧？你可别不打啊。罗总，别后悔。跪。赵会长说了，他亲自管。你们两个赶紧出去出事。龙峰，咱们真的闯下大祸了，你赶紧赶紧快出国，国内任何地方都不安全。你老公跑，整个何家也跑，到时候我要让整个何家一起赔偿。完了，这下完了，你现在想跑也跑不了了。会长，您来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会长，是这样的，上次何氏集团为我们不过硬，被我们拒绝付款，然而何雨晴非说我们是恶意交易，他准备撕裂我。会长，这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可是您手底下一名干部的，我是一颗红心向太阳啊。然而何雨晴居然恼羞成怒，还找她老公来打我。大哥，你看这都是他打的。赵先生，你不要听他胡言乱语，那2000万的货品根本没有任何问题。我老公打他是因为他要潜规则我，我的脸上现在还有伤。我呸！会长，这分明就是颠倒黑白。
在我们的地方，顾大是他女儿，分明就是打您的脸。何家这次彻底完蛋了。哎，你们还不赶紧下跪认错，请求赵会长饶你们一命。你去！老子给你开工资，让你到国会来工作，是让你给老子挣钱的，不是让你打着老子的名义到处的作威作福的，败坏我们虎头会的名声。会长，今天我就废了。会长，之前我已经教训过他了，再打这人就废了。是是是，哎，什么鸟都有啊。何总，你千万别生气，这混小子对你够，我加倍让他还了你。没关系的，赵会长，您太客气了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即日起撤去梁龙的所有职务，把欠何家的3000万按双倍赔偿。聋了吗？是。会长，你不能撤我职啊！会长，我一家老小可都指着我呢。会长，你还有脸求我？我这张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留一条狗命，还不赶快道歉！谢谢会长，谢谢会长，谢谢会长留我一命。你给我磕什么？给我大哥龙峰磕呀、啊！对不起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了一马。收拾你都嫌脏了我的手。啊，是是是，哎呀，打扰了龙哥的好心情，确实该死。还不赶紧滚！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滚。梁龙，你继续跪着，跪不到天亮不准抬刀。会长。会长，我说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原来龙峰真的有隐藏的势力。龙峰，嗯，这黑虎为什么还有大哥呢？喂，龙峰，你的实力我已经看到了。要想知道何雨晴的事情，马上过来。过期不候。哎，雨晴。你没事吧？我听到这边出了点问题，我立马跑过来了。没事儿。他们要是敢继续来钓，或者背带你，我绝不让他们好过的。是你摆平的虎头会。我就说龙峰怎么会有这样的本事？人家是杜少，尤其赵会长打过仗。哎，雨晴，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是怎样的？只要能够帮到你。就算上到山下火海，我都不会折下眉头的。事情我已经报完了，该告诉我你什么事了。在告诉你之前，我需要确认两件事。职务不大。你有没有染指过黑色产业？没有。怎么证明？龙氏集团是华国最严格的公司，我要是有一点歪心思，不用别人动手，我老爹就把我送进去了。第二件事，你为什么那么好奇雨晴背后的疤痕？10年前，有个女孩因救我受伤，伤疤就在背上。在什么地方？龙江镇黑铁山。你是当年的人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我离家出走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寻找恩人。我不管他是生是死，不管他身在何处。我一定要找我龙峰，现在一条命。龙峰，我相信你，因为以你的实力，实在是没有必要隐姓埋名的骗我们。但是我之所以说不可能，是因为当年他救下的那个人已经找到了。什么？10年前在黑铁山，一个男生被黑势力所追杀，雨晴意外救下了他，自己也受了重伤。何家怕黑势力报复雨晴，就把他送去国外待了近10年，最近一段时间才回来。这不是为什么一直找不到他？真没想到因为我他吃了这么多的苦。雨晴也是在国外遇到的杜成一，杜成一自称他自己才是当年被救下的人。撒谎？如果你没有撒谎的话，那杜成一假扮当年的人，他目的是什么呢？关于雨晴的事，你还有机会回答。
何家父母和我，这关乎雨晴的安危，我们都不敢马虎。只是交给我来查。哎，等等，大森怎么查？十年前的势力已经被我灭了差不多了，除了有一个小头目不知下落。我觉得杜成义应该知道这件事，他要是不说，打他都为止。你根本就不了解何家和杜家的情况，你这样做太冲动了。为什么？雨晴非常信任杜成义，何家更是没少受杜家的照顾，两家集团的业务都是深度绑定的。你如果对杜家下手的话，何家也会完蛋的。再说了，你认识那么多大佬有什么用啊？现在手里又没有实权，说话照样不好使。没想到我救命恩人就在我面前，我就什么也做不了。你离开商界太久了，我知道你有能力保护你自己，那你有能力保护雨晴吗？你在外面一向用拳头解决问题，你怎么保证没有小人对你怀恨在心？那你觉得我该？在确认杜成义身份之前，低调行事，按兵不动，这样才能护住雨晴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哎，杨哥，段会长，这次真的是铁了心的给你的吃，真的不是说说就行了。什么？我操，吃都咋吃你？杨哥，来兄弟一场，我跟你多说两句。这龙峰啊，那可是你们刚刚起的，到此为止。是他，你对你那小娘们想的，心真的狠。龙少，已经查过了，安倩倩说的基本属实。杜成义以报恩的名义进入何家，很快获得了何家父母的信任，业务上正式深度绑。这事儿棘手啊。其实这还不是更糟的，杜家地产公司运转发生了大问题，资金亏空比较大。目前已经沦落为一个空壳，随时都能破产。杜氏这小子和何家走这么近，恐怕是想在破产之前找一个冤种，捞更大。原本我以为他不顽固死，原来干脆死掉他了。那你想怎么？继承龙氏集团，生意上的事交由生意的手段。太好了，恭迎龙少回家。欢迎龙少回家。儿子，你终于愿意回到龙氏执掌集团了。我相信以你的才华，一定能够代表龙氏集团登上一个新的高峰。行了，老爷子，和我的场面话就不用多说了。这龙氏集团不是说你想合作，如果你在生意场上没有一定的业绩，董事局那帮老狐狸他就能整死。这件事儿我早有计划。何氏集团说实在不是对的，当然他这做起生意来太有本事，集团公司成长的速度太快，算不上一流，所以才有挑战的必要。一个月内，我将帮助何氏崛起，以证明自己的能力。好，好啊，这才是。但是我有两个条件。你说两个条件，加十个、一百个条件，我都满意。第一，在我行动期间，龙氏集团情报要为我所有。第二，杜氏隐藏颇深，在我解决掉他之前。为什么要进入杜氏？杜氏集团董事杜成义应该是十年前逃走的
但我找不到犯罪的证据，所以只能按兵不动。好，龙氏集团将全力支持。喂，哪位？我吗？你不要上来！这个小娘子，你这乖乖啊！我说了，把刀拿来，如何也收拾。好，我按你说的做，我去准备。放心吧，免得你手伤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抓紧定位何雨晴的手机位置，分头行动。目标一刻钟移动，我们快找到了。手机信号在这儿消失，找，在附近找着。在这儿，手机被扔出来了，人被我们追丢了，赶紧通知少爷。另外，调取附近所有的监控，扩大搜索范围。是是，快。没事，电话还一直通着线，我能耍什么花呀？那钱你准备好了？我到哪儿找你？钱我带来了，雨晴呢？500万，一分不少。现在可以告诉我雨晴的位置。你小子还算讲诚信啊！可惜啊，雨晴已经不在了。到了，我劝你对我不尊重。你小子能命苦来我这里面，我死了，你命苦。你想怎样？要你跪下，向我道歉。你以为我龙峰是吃素的？我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做。OK 啊，那我倒是要看看，是你龙峰的脊梁板不硬，还是何雨晴？先别找他。来人啊！有人吗？都救命啊！有人吗？局长生事，你怎么可能会有炸弹呢？那可以不信啊，不信的后果你懂得起吗？你这个女的，我让你跪下来向我道歉。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请你放过雨晴。放过雨晴没有问题，我和你说了，只让你跪下向我磕三个响头，就告诉我雨晴，梁柔，你们吃定了。啊！道歉，梁卓，你放过雨晴吧，你对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好啊，我定你了。十年，我郑正山郑会长十年，眼看就熬出头了，全指望你会啊！慢点，
厅长啊，龙少是在给咱们在争取时间，咱们尽全部力量抓紧时间找。走，是，快。刘副长，你现在怎么像发了狗一样，提不起来？与其救我一命，你猜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你还真是个痴情的少妇。正好，你现在跪下来，给我磕三个响头，我就告诉你孙权在哪。梁龙，这欠人太深。三、二、一，梁龙。求求你，放我一起吧！哎，你跪了，跪了！太精彩，太精彩！分年六年，你看我现在什么样子？你想要的条件我都满足你了，现在可以告诉我雨晴在哪儿吗？我打的可都是你的，廖华，你怎么还能站起来？这点小事，你上得了天？你敢伤害我？咱俩否则你死定了，你还不死？石文，总算把你话给套出来。不枉老子演这么久的戏。陈忠，是冷库车。收到，龙少。你怎么知道是冷库车？听声辨人。好。啊，就这了，快跑！等我们俩人。找到就好。就算你知道是冷库车，这么短时间内你怎么可能定位到那儿？绝对不行。凭我一个人的力量确实不可，但要是加上整个龙氏集团的力量，就一定能救到。那边，快！夫人已经送往医院，你行不行？放心吧。你小子被龙家赶出来了，怎么还有现在这事？龙少爷已经正式接管龙氏集团了，在我面前而结识这个市长，跪，跪下！我们走吧，走吧，我们俩不是外人，走。你不是喜欢跪下磕头这套吗？刚才跪的够了。是。喜欢磕头吗？磕上！疯子，你放过我！疯子，磕上！我磕的漂亮，你别起来。谁是病人家属？签个字。我是他丈夫，他怎么样？你这一家之主怎么当的？还好送的及时，这要是晚个十分钟，病人可就危险了。谢谢少爷。龙峰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的对，金子一出，下人难逃。我顾得了我自己，就顾不了你。这算是个教训，你不要太自责了，以后再小心就是。我不能拿雨晴的安危开玩笑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梁龙，杜成义想必比他更难对付。在他露出马脚之前，我需要管理他低调行事才行。麻烦你把杜成义叫过来吧。但请雨晴相信。救他回来的救助者，好让他展开下一步行动。好。我的宝贝闺女，你都吓死妈妈了，妈妈就差点见不到你了。少说两句吧，孙子不是没事了？不行，小姑娘，你
道还会是谁？难道你真的指望那个废物去救你？顾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，又救了你两次，今天我就作为主，你赶紧和龙凤离婚，嫁给顾少，也算是我们报答顾少了。老婆，这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啊？我看得很合适。你能考虑出什么呀？听妈妈。行了，对不起啊，顾少，妈妈是无心的。没关系。何家对我这么信，是时候放招了。少爷，你看，杜氏地产几乎把全部的身家都压在这块地上。码头湾？是的，码头湾这块地啊，说好不好，说坏不坏，它距离市区仅有半个小时车程。理论上来说价值极高，但它地形复杂，多是山沟荒地，开发难度极大，所以这个地价上连绵跳出来。几乎砸在了顾氏手上。要是有好的政策倾斜，将它开发出来。正是因为政策迟迟未有定论，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。但是有个事儿非常奇怪，本市最大的地产集团孙氏家，最近疯狂地在这块地周边开发了楼下。你说，这不是本来是？不对，他们应该是得到了什么消息，才有这样的举动。孙氏集团，看来有必要参谋了。孙总，孙总，这是我用百年磕头锅给您熬的药，保证医药到病除。我要我先生辛苦为我看病，等我病好了之后，我一定要好好谢谢先生。孙总，您客气了，治病救人，这只不过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而已。你要是想要多活几天，这汤药就够了。哪来的后生仔，也敢质疑老夫用药？你这个症状根本就不是病，而是中了毒。你要是喝了这百年何首乌做的汤药，反而活不过几天。一派胡言！孙总的症状分明是阳气不足，血气下沉，何首乌是最为合适的植物。莫非你认为老夫的医术不如你？不信大家可以试试。孙总，不要往心里去，这只不过是哗众取宠，小人而已。把药喝了吧。舒坦，真舒坦，药王就是药王，这一副药炭啊，简直是药到病除。都说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咱药王治病那是病去如山倒啊。李大夫真不愧是我国医学界大牛，太厉害了。小伙子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你可要考虑清楚，对我是个什么下场。四三，咱组织孙总找死了是不是？二一，快快快快上急救！医生来了！这百年何首乌固然是好东西，但不得症状根本不是病，
一味的把大补药灌进去，你不打才怪呢。小先生，可有救助之法？岳总，岳总，求你快救救孙总吧！之前我对你稍微鲁莽，我现在向你道歉。这孙总要是有什么事，我这名声就完了。你不救孙总也就罢了，你怎么还打人呢？刘宇大师不是在打我，而是在救。什么？不愧是药王，这都能闻出来。小先生是怎么看出我是中毒的？哦，最近孙总是不是吃了一些野味和山蘑？是。上周我上山吃了野山鸡和牛肝菌，可这两样都是没毒的呀。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确实没毒，但是当地人喜欢加一种叫苏子的草药调味的，鸡让体寒热。寒体症？我怎么没想到啊？什么寒体症？这病实属罕见，我行医四十载，也只有在医书上见过，所以我才下错了药方。没想到小先生一眼就看穿了，大师。你说我一个，别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我也是之前得过这个毒，所以恰巧知道。这毒我都不知道怎么解，小先生能看出来，想必不是一般的人物啊。那按这个药方吃三天，药到病除。小先生救命之恩，虚心无以为报。孙总，其实我有个小请求，你是方不方便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你救了我的命。别说一件，就是十件百件，孙兴绝不含糊。那我想知道码头湾这块地的政策情况。你们下去吧。先生真是有备而来呀、啊！这块地涉及我孙氏集团的核心商业机密，我会向你解释。杜成义这个小子背信弃义，为人无耻。龙少，我实话跟你实说，码头湾这块地已经被市里规划为经济开发区，不出一年，这块地皮肯定大涨。果然如此。你说，我需要怎么帮你？哦，很简单，放出地皮荒废的消息，逼杜成义抛售出手中的地皮股份。没问题，这事交给我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明那块地真的不做开发了。千真万确，我听孙氏集团的总裁亲口说的，他正忙着停掉周边几个房产项目，忙得焦头烂额，是需要找机会跑路了。杜少啊，辛苦你照顾雨晴这么多天，又给何氏集团这么一个好机会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。伯母，您太客气了，咱们两家这么多年情分，这点忙算不上什么。天君，你回来了。啊，这是我帮你们的杜氏集团。诚意说让地啊，就要开发了，等到上市呀、啊，做个分红吧。杜诚意果然抛售了。现在七大叔八大姨都感谢我们呢，这多亏了杜少，如果不是他向我们透露的消息，大家哪有机会吃到这样的红利呀、啊？哎，何叔，你们一共拿了多少钱出去？我们总共6000万左右，再加上被说动的一亲戚零零散散，7-8千万吧。捞得够狠啊！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肯把这么好的项目让出来，杜少真是大方。该不会是这个项目有什么问题，准备捞钱跑路吧？伯父伯母，我对何家和雨晴可是一片真心啊。如果你们怀疑我，我不会的。于先生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一个投奔过来白吃白喝的上门女婿，一点生意都不懂，还在这里阴阳怪气的。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也像杜少一样给我们安排一波红利吃着。老何呀，还是杜少这样的人能给我们家长脸。
女儿，你和这个废物待在一起，我都嫌丢人。你赶紧和他离婚，嫁给杜尚。我不同意。龙峰，你如果真的有本事，这证明给我看呢。我的丈夫怎么会这么游手好闲、窝窝囊囊？你觉得我会好受吗？入职何氏集团，也好把握内部消息，帮何家崛起。雨晴，我知道错了，你给我安排个职位吧，我一定好干。真是笑死了！你拿我们何氏集团是什么呀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就你这样能干什么呀？我别的不会，但我特别会打架，要不给我安排一个安全部的职位吧？龙峰啊，你不能像个小混混一样，每天只会打打杀杀。男人要脚踏实地才能走远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再让我失望，请你离开何家。何总，这位就是安全部新来的副部长龙峰。哼，你就是我侄女的老公嘛，那个倒插门的上门女婿。小叔好，跟我来吧。大家来打个招呼吧。就是，安全部我只认一个领导，就是咱们何总。识相的赶紧走吧，我们这儿不欢迎你。不欢迎，不欢迎。不欢迎。看到了，我们何氏集团全是实力人，我可以和你在，但是你必须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，我安排你做的事情，全部都是。合靠你给我做完，你大爷，我就让霍总发誓，要是对不起。哼，你身上的毛长齐了吗？你有资格让我特别针对你？我平生是最讨厌你这种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。下周的方案交由你来做，要是完不成的话，立马收拾东西给我滚蛋！走！喂，计划进行怎么样？放心，一切顺利，保证让何雨晴向我来。大家打起精神来，今天晚上要和朝阳科技的肖昌盛见面。肖总是冲着新建那块地皮来的。我们绝不能把项目拱手让人。什么？不是夏总？龙峰，你是怎么听的龙总？我明明跟你说的是今晚见面，方案你不会还没准备好？安全方案可是重中之重，没有方案，这业务怎么谈？啊？那咱们的努力岂不是都白费了？就是啊，这怎么办啊？哎，大家都少说两句，毕竟龙峰是何总的丈夫，自家人出了这样的事，说多了何总会下不来台。自家人也不能拿公司业务开玩笑啊。何总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抱歉大家，这件事情确实是我考虑不周。侄女儿，你一句考虑不周就想蒙混过去了？你倒是说说看，现在该怎么补救啊？以权谋私不能服众，还有什么资格做集团总裁？何经理说的对，何经理说的对，对，何经理说的好。哎呀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小叔这是想拆台夺权，这场戏演得真精彩。做错事还在这儿嘴硬，我看你到底要嚣张到什么时候？好了龙凤，方案没有就是没有，找借口也没有用的。对不起大家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负责的。宝宝，你不必道歉，方案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赶紧去谈判现场吧。两天的时间准备是个屁，我看你是打肿脸充胖子。龙凤，你别说大话了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老婆你相信我，
答应过你的事，我一定会做到。何总啊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。肖总，相关我看过了，简直是太难。不过我听说那块地的治理很乱呀，光是拿下地皮但无力治理乱象，直接进行开发的话，恐怕对贵公司的形象不太好。不如大大方方的给我怎么样？这个我们自然是有应对方案的，不劳肖总您费心了。空口无凭，安全部的负责人是谁？方案呢？偏偏要看安全方案，真没意思。这个方案我们今天……我是安全部副部长龙峰，方案我带来了。请看屏幕，我们与精武联盟达成合作，将协助展开安全工作。我们与精武联盟达成合作，将协助展开安全工作。何总，这是从哪儿招来的安全部长？真是神采！龙峰啊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精武联盟是安全行业里的顶尖企业，他们合作的项目不说上千亿，全部都得是百亿级，怎么会看上我们这个小公司呢？何总，谢谢你打我的私自请求。罗峰，你别太辛苦开盒了，方案没有就是没有，我来搞定。是，我确实拿到了合作方案。说大话想么鬼？你倒是拿出来让大家看看。没时间太紧，是啊。喂，小五，合同你带来了没啊？我等着你。行，行，你快点啊。精武联盟的董事武大天是吧？对啊，装的还挺像。你要是真认识武董事，我就跪在这儿叫你一声爸。龙少，抱歉，合同来了。我是代表精武联盟前来送合同，精武联盟愿意拿出一个亿帮助何氏集团建造安全部。我说什么部门？是不是改成项目部的投资金额了？啊？怎么才一个亿啊？小五最近抠门了。吴董事说错了，如果龙少不满意的话，金额可以再加。这两个是真私。龙峰啊，这是你找的演员吗？幼不幼稚？不，这个营销片，这是精武集团董事长说的，这不都是真的？行，你没看错。当精武联盟是闲事，千里迢迢跑过来做一份演员，不。不敢不敢，我是朝阳科技的负责人肖昌盛，刚才是我冒犯了。合同已经签了，今日之内必须给金武联盟一个回复。肖总，您看这份合同还满意吗？这龙峰这个方案很令人惊喜，不过肖总你要仔细考虑一下。今天就先到这儿，容我回去考虑考虑。你不是说龙峰没什么本事吗？为什么会认识精武联盟的人？这他妈的谁能想得到？你怪我。好了，一个小小的精武联盟就想这样。杜成，不是说好了三年打拼，把何宇总裁的位置上拉下来，现在这局面不干不干，怎么办？杜总，这件事你可要对我有个交代。拿不到那块地，你拿什么上手？稍安勿躁，精武联盟再厉害，也不过是一个合作方，能不能保住这个项目，还是要看何氏集团自己。龙峰不是很能打，
教训教训他。肖总，我们谈生意干嘛来拳击馆？相信您上次也看到了我们和氏集团的实力，不要再玩什么新团了。何总，能请来精武联盟确实，但作为何氏集团的友好伙伴，还是有所顾虑。您请说。何氏集团跟精武联盟实力悬殊过大，这日后有一天万一要是合作破裂或者有不愉快的地方，这后果你们可承担不起啊。肖总，有话不妨直说。今天我特意从龙虎门请来了一位高手，就是为了看看何氏集团的安全部到底有没有能力镇得住精武联盟。要是不行的话，那块地皮你们不让给我也行，咱们共同开发吧。不就是打个架彰显一下实力吗？还搞这么复杂。听说龙副部长身手了不起，不如带着何氏来参战吧，可别给雨晴丢脸啊。像你这种胳膊肘往外拐的人，我可以打实了。少在这儿血口喷人，我对何氏那是一片忠心耿耿。龙副部长的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咱们就手底。何总，你觉得呢？打擂台可以，但不过我肖总就不许再搞项目。我还能怕你一个娘们不成？一言为定。希望你今天请来的人能让我好好玩玩。混小子口气真不小啊，一会儿有你哭的时候。把王师傅请来了。姓龙的，这是龙虎门的关门大弟子王师傅，有本事上来试试。龙虎门，号称世界第一拳法龙虎门，正是。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名门武术的关门弟子？何总这是怕了。龙峰，要不还是放弃吧，跟龙虎门认输不丢人。可是一旦放弃，不仅项目没了，你总裁的位置也保不住。啊，你难道没看出来啊？小虎两个人就是串通好，故意坑你。但这些总比活生生被别人打死强啊。放心，你说什么悄悄话呢？龙峰，你怎么不狂了呀？这怎么王师傅一来你连个屁都不敢放？运行啊，平时这龙峰就是打嘴炮的，一到关键时刻就爱掉链子，真是把咱们何家的脸都给丢尽了。我这一身功夫尽得师父真传，功力非常人所能企及，有些人被我的气场镇住都在情理之中。王师傅果然颇具大师风范。本来以为你们能请来什么样的高手让我开心，结果就这点事，太让人失望了。死到临头了还嘴硬。何雨晴，我劝你就赶紧交出地皮吧，有这样的员工你还想开发赚钱，你就是保住生意不赔本就阿弥陀佛了。龙峰，你再乱说话准备给我滚出去。瞧瞧瞧瞧，你老板都看不上你了，今天要是赢不了你就别走了，我得留下来把你的嘴打烂。今天你休想离开这拳馆。龙峰，你不要和他打。龙峰，龙峰，我说什么？王师傅，请指教。还不上指教，我专程来收拾你。龙虎门和我也是渊源，不想动手。这样吧，我要是能接下你三拳，就算我赢。龙峰啊，你不会是疯了吧？别说三拳，龙虎拳就是一拳下去，还不得半条命都没了。龙峰，不知道深浅，看好。就这，这不可
这一拳，普通人都已经肝胆俱裂了。王师傅，对这种人不必手下留情。这一拳让你知道力，识相的话，赶紧走。少废话，接着来。轻柔，那就来真的。嗯，快，啊，来。王师傅，你是没吃饭吗？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啊？好，那我让你见识见识真正的龙虎拳。王师傅这次要动真格的了，龙风凶多吉少。龙风，你别逞强了，击了两拳，我们也不算丢人。敢不把龙虎门放在眼里，龙风就是死定了。龙风，啊！这不可能！你到底是谁？龙虎门大弟子算什么东西？就算是你师父过来了，也得乖乖的跪在我面前。不许侮辱下士！王师傅，你误会了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一派胡言！我这就打死你！嗨，啊！这才是真正的龙虎门，到底是谁？还记得五年前上山的少年，你就是那个人。没错，是我。是谁派？想要报恩，听我安排。简直是命。这场比赛我输了，龙副部长高我百倍。怎么可能？太好了，萧总，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年前，我派拳法才叫复古拳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少年以一己之力战胜门派当中所有人，我们的拳法才更名龙虎拳。你就是那个人。没错，是我。师尊在上，受晚辈一拜。哎，王师傅，您客气了。我表明身份是因为有事相助。师尊尽管吩咐，弟子一定鼎力相助。我问你，萧昌盛和何国栋到底有什么勾当？今天是杜成义邀请过来的。杜成义？对，杜成义说何以晴恶意夺权，打压自家小叔，让我出来灭一灭他的威风。但是现在看来，分明是这三个人勾结，要搞反何氏集团。何国栋头脑简单，一直会被集团孤立，想必他是被杜成义利用，让他作为内部间谍里应外合，拿走项目。这一笔钱，那师尊我该怎么做？他们三人现在最信任你，帮我拿到所有证据，抓住现行。是。这次这件事多亏了龙峰了，不然这项目真的要被萧家抢走。沈玉祥，你这次看下去了，刚上了集团，就有集团解决了那么大一个麻烦，未来可期啊。还未来可期？只不过是打了一架，你知道朋友都怎么说我们？说咱闺女嫁了个保安，有什么可骄傲的？话不能这么说，人要一点点的进步嘛。废物，再进步也是废物。咱闺女大好青春，凭什么等她进步？杜少一心报恩，条件又那么好，都被这个废物耽误。真是一点力，你不反驳吗？我觉得你说的对。这样吧，为表歉意，今天我请大家到金轩阁吃饭。真是笑话了，金轩阁是你能消费得起的吗？打肿脸充胖子，别到时候买单让我闺女掏钱。妈，这钱我掏不掏了？
怎么这么糊涂啊？杜尚不比在窝头费强吗？龙峰为何是集团不顾危险挺身而出，我又怎么能不服他呢？你这孩子，好了老婆，你就少说两句，走，咱们抓紧吃饭去吧。到嘴的香妃，你打算拿什么赔偿我？好，您消息。这样，我想办法把贺雨晴给送到船上，就当我对你的赔偿了。贺雨晴这个女人害我这么下贱，你要是能把她弄到我的床上，我得好好审视。小子，贺雨晴可是我追了很长时间，对我心里很呢。可见我对您的一片真心呐，杜成义，你小子够有种。行，放心，你离开华国的事儿我会安排。谢谢小总。杜成义，很行啊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杜成义，我们何家那么的信任你，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！我咋这么瞎了眼了？看来你这么个狗东西！你一边蒙蔽着女人，一边又准备把她转手卖钱，好方便你的路。你不要胡说八道！我们杜氏集团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跑路？我们一家人都听得明明白白。你出卖何家内部消息给萧昌盛，你还想抵赖？萧总，你要保护我啊！萧总，萧昌盛。你勾结杜成义买了商业情报，恶意向委托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那你萧总怎么办？你在威胁我？实事求是的人是你吗？萧总也是明白人，能私下解决的事情，我不想再管。关于今天的关键，你要是能把他弄到我的手上，一段录音而已。现在技术这么发达，谁知道你是不是何生的？肖总，你可千万别被他忽悠了。我可以证明，我可以证明你们两个狼狈为奸。王师傅，不必多礼。魔虎门众弟子能拿到一些资料，想必大家看了会感兴趣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随便一件事揪出来，没想到你小子胆这么大。行，全都照。这件事儿确实是杜成义怂恿我干的，但其他违法乱纪的事儿，我可一件都没参与。杜成义，你还有什么好处？想跑？这就带你去警局。龙峰，坏我的好事，你就算抓了，我告诉你，集团已经宣布破产。啊！将我那块地，就等着赔吧。少废话，跟我走。杜氏集团破产了，这下真完蛋了。我们买了那么一大批股份，这下全砸手里了。亲属朋友们，我们怎么交代呀？好了，你说什么事情？把所有的流动资金压进去，今天那边就能吃了我们。他们趁机逼雨晴辞职，我们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们怎么办？先回家，赶紧。
离苏二桃不远处了，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出来还钱！别出来，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快快开门！大家稍安勿躁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负责任的。你拿什么负责？现在杜氏集团破产跑路了，要债的人几乎快把他们家公司大门都他妈挤破了，你们赶紧还我们钱！还钱！连亲戚的钱都敢骗，骗就不配做主。还钱！呸！还钱！你们是买了多少？七七八八的，杜氏集团80%的股份，那都是我们拿的呀。这小子横财啊！你个王八蛋白眼狼，现在还幸灾乐祸上了是吧？不是理由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你早就知道杜成义有问题，却没有阻止我们。原来你是在这找功立功啊！真出了事儿，你还在这幸灾乐祸？老何，这样的人还能留在家里吗？东方，当初那听你是我们的主任，但是你在何处？刚才确实是笑，但不是幸灾乐祸。我是说，咱们要发横财了。发财？你哪里看出要发财了？现在雨晴总裁职位都不保了。侯湾这块地是杜氏集团股份抵押的主要地，他们跑路了，这块地的最大股份就在我们这儿。我们有了这块地，可不就发财了吗？你他妈是个傻子吧？新天地那边的地才是寸土寸金，谁拿到手了，那叫发横财。码头湾这种不毛之地，你告我发财了？我从朋友那儿听到点消息，这块地将被重点开发，前途无量。龙峰，你以为你是外国总统吗？想开发哪块地儿就能开发哪块地儿吗？这块地儿要真的值钱，杜氏地产早就开发了，还用得着拿出来做抵押吗？你要是喜欢这块地儿，哼，送给你当祖坟好了。让公司损失了上千万，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债务，你说你还配当这个总裁吗？你今天要是不把我们的钱还回来，你这个总裁就别想当成。不还钱，把你们家都砸了，让你们睡大街上去！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，但是请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把钱还给大家。几千万，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，别在这儿打马虎眼。当初投资的时候怎么说的呀？诓我们的！我告诉你，今天必须还钱！你要是拿不出钱来，就要去夜总会卖，卖也要把钱卖出来。够了！你们还是一家人，遇到危机不应该一同齐心协力吗？但现在呢，全都在逼雨晴，有意思吗？把钱还了，把总裁的职位辞去，我们自然不会难为他了。本想带着你一起发展，没想到你就这么……钱是吧？好啊，股份合同拿出来，我全部原价收购。什么？以后的事情，帮你。来吧，谁要卖合同啊？装腔作势，一个无业游民的身上能有五位数吗？想让我收合同可以，但你要保证不再比以前突围，不再。你要真有那财力，我合同弄的位置让你来做。一言为定。装模作样，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已入账860万。哟，真到账了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我的我的。已入账1200万，已入账450万600万，已入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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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到账了。
哎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共计7800万，全部到账。何小叔，你该履行你的承诺了，辞去何氏集团业务，并向雨晴道歉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龙氏集团继承人。你继承了龙氏，很好啊，终于可以出口气了。何国栋，你串通杜成义出卖集团情报，逼迫已经退位，你这种人不配留在何氏。胡说！王师傅已经提供了所有的口供和证据，你可以选择自己认罪，或者你放过我。王师傅。我大头湾被划为省重点开发区，粗略估计土地价值将翻10倍。何氏集团跻身一流企业。二哥，干得不错，以后待着。你小子，老婆，你怎么来？当然是来看你的。有件事儿我没告诉你，其实10年前你救下那个人是我吗？不怨我自己。怎么会怨你呢？其实当你调查的时候不知道是你。这次我发誓，从今往后一定好好守护，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